神秘之夜火一班又同大家見面啦！嗱，今一集咧，我哋講呢個木乃伊咧，咁十幾年前講木乃伊，當然同今日如果要講木乃伊嘅話咧，有好大嘅分別啦。因為個科學嘅發展，或者其他方面嘅發展咧，比以前一定係進步好多啦。咁但係呢一節咧就唔係由我花口水去講啦。咁啊，事源咧就喺科學新知入邊咧，好近期啊，我哋就有一集咧。一個環節就討論了呢個木乃伊，佢究竟個醃製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其中一個好重要發現咧，就係木乃伊咧，唔係同一，即係成個人呢個屍體咧，都係用同一種嘅物料嘅。咁一個咁重要嘅發現話，甚至入邊嘅物料佢嚟自係乜嘢嘅成分？譬如係植物啦，定點樣咧？又嚟自係唔係呢個即係埃及嘅本土？如果唔係嚟自埃及嘅本土，咁講緊。遠古的時候，即係呢個人類有冇呢個遠航嘅能力咧？事實上，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所謂史前嘅文明嘅疑問嚟嘅。咁啊，我無謂多花口水啦，我直情咧就將呢一節 copy 落呢個復刻版嘅導讀入邊啊。咁大家聽完之後，再對照我哋當年我哋講呢個木乃伊有啲乜嘢缺漏咗，有啲咩要補充咧？多謝大家。就咁呢個題目咧，其實就應該係神秘之夜嘅題目嚟嘅。不過 anyway， 你即係喺度講，我哋都無妨嚇。咁咧就涉及到呢個埃及木乃伊啦嚇。咁呢段新聞我睇完之後，我覺得都好精彩。咁你講講呢段新聞講咩啦嚇？咁其實就係早幾日咧已經有即係中文嘅媒體都大肆報導嘅。咁佢甚至乎個研究成果發表咧，係喺好嚴肅嘅科學期刊嗰度，就喺自然期刊度公布。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好科學嘅關於埃及木乃伊考古研究咧，即係既可以由神秘之嘢角度，亦都可以由科學新知角度去講。咁喺得科學新知咧，一定講下背後嗰個嘅點樣去考證啦，同埋由個科學方法獲得到咩新嘅知識。咁好得意嘅，咁其實而家咧，我哋終於有即係一個機會去比較精確地掌握到咧嗰個醃製木乃伊嗰個配方。即係大家都知啦，整木乃伊個過程，除咗就係話需要清除下內臟啊，將佢入落啲罐度啊，咁亦都需要用到佢哋自己調製嘅一啲嘅香料去做防腐啊，或者去令到佢好聞啲啊等等嚇。咁但係嗰條配方香料究竟係由乜嘢材料去做嘅咧？咁我哋其實一路咧冇一個好實際嘅概念，我哋大約淨係知道咧。有一啲嘅字眼，我哋可能喺其他嘅途徑聽過嘅，乳香同埋沒藥，即係如果大家熟，即係基督宗教嘅嚇，阿耶穌佢出世嘅時候，東方三博士咁啊送黃金、乳香、沒藥。咁乳香嚇，咁我哋大約知道，其實今時今日，因為喺個基督宗教傳統，我哋大約知道乳香係來自啲咩嘢，嗰個配方係今時今日都仲有喺度。但是抹藥是其實是一種配方的東西，還是其實一個系列的東西呢？因為抹藥很多時候講緊拿來去不只是供奉，去塗抹在死者的屍身上的一種東西，它有一種令它香，甚至我想有一種既定的保存質量防腐的作用在這裡。咁我哋對於嗰個沒藥精細地有邊幾種咧，其實唔係太清楚嘅。咁但係由埃及呢一個經驗入邊咧，我哋發覺原來係可以好複雜嘅一個配方嚟嘅，一堆嘢嚟嘅。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等於一個菜式唔係得一種菜，係有一系列唔同嘅菜喺度，但係都係有一個功能喺度。咁今次咧，即係自然期刊度去公布就係話啦。咁喺由呢一個嘅去負責去處理木乃伊嘅嗰堆咁樣嘅醃料入邊，我哋可以做一個咧，終於可以做一個咧比較精確嘅分子化學嘅分析，嚟去知道入邊嗰樣嘢係乜，然後亦都知道佢對應嘅咧喺古埃及文字入邊咧係用一個乜嘢嘅名詞嚟去命名佢。
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哋又即係唔係淨係由個字面上了解呢樣嘢啦，係直頭由一個科學成分上面了解到咧，實際上嗰個嘅埃及木乃伊咧，本身係用乜嘢嚟去醃住嘅，係啊，嗯。咁但係後面嗰個問題都好多啦，就係、個疑問好多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啲區域古代佢哋冇化學嘅基礎，點可以即係知道呢啲材料點用咧？第二樣嘢就係呢啲材料其實唔喺埃及本土揾到噶嘛，佢哋喺邊度去 source？ 佢哋喺邊度 source 咧？係啦，嗱咁呢度又再慢慢去講下佢發現到啲乜嘢嘢啊。咁喺佢發現嘅時候咧，我諗最驚喜一個位置就係咧，係同一時間係做呢個分子化學分析嘅時候咧，佢哋係揾到咧一個考古遺址入邊有一啲嘅啱啱罐罐嘅嘢，而係啦，就係台長而家咧你 show 出嚟呢個圖片。咁佢呢啲咁嘅罐入邊咧，原來就係載滿咗咧各種呢啲咧攞嚟去處理木乃伊本身需要用嘅成分喺度，竟然又揾到呢一 set 嘢喺度，即係等於你終於揾到成個古代嘅百子櫃咁，揾到曬呢啲配方，呢啱係裝乜，呢啱佢裝乜，上邊仲有埋曬 label 寫咗係乜嘢添，用古埃及嘅文字嚟去寫。咁如果你話純粹冇呢個分子化學嘅知識，你就會見到我終於見到咧呢一個原材料嘅配方有邊幾樣嘢啦咁樣。咁於是乎嗰個咁嘅古埃及文字咧，我就知道，原來就係呢樣嘢存在過喺呢條配方入邊，就係咁多啫。如果你想做一個更加科學層面嘅分析，就最好知道埋呢個罐入邊曾經裝過入邊嗰樣嘢究竟係乜嘢化學成分，係啦。我如果寫呢個罐係辣椒，你真係最喺度睇入邊係咪真係揾到辣椒嘅一啲嘅分子，咁就真係對應到啦。係咪？如果嗰個名係你都唔知係乜嘅時候，咁入邊究竟個化學成分係乜咧？咁我哋就調翻轉，可以用科學嘅方法揾翻，其實呢個字本身係對應緊個一個乜嘢嘅化學成分。咁如果你由呢個化學成分，你大約知道係有邊種植物係會有嘅，因為好多時你講緊幾千年前嗰植物好多今日都仲存在嚇。咁於是乎你就知道，你亦都會知道佢嗰個植物入邊佢個分布嗰歷史，你大約去知道。咁佢而家呢度後邊，即係嗰幅圖入邊嗰堆噶嘛，啱啱罐罐嗰啲成分嘅名咧，你問我都問唔出嘅。咁但係好多就係一啲咧比較現成由呢一個尼羅河流域或者附近由佢哋嗰啲草藥啊嗰度可以提煉到出嚟一啲成分。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啦，就係你古代中藥咁好多時就係好多種唔同嘅草藥配方咁樣去炮製去出嚟，整成呢啲咁嘅藥嘅成分，係咪？咁咧古埃及入邊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呢啲咁嘅炮製呢啲草藥嘅方法嚇。咁我唔知有幾多係來自動物材料，或者來自植物嘅材料，或者來自菌類材料等等。即係如果你睇翻中國古代嗰種對於中藥嘅取材咧。植物有，動物有，甚至乎咧，純粹係無機嘅化學物質都有，即係講咧唔石散呢啲咪呢啲咁樣嘅嘢咯，係咪？咁究竟埃及嗰度用係幾咁廣泛咧？咁我自己唔熟啦嚇。咁但係我就講翻佢嗰個入邊嗰個考證嘅方法先。咁咧，佢哋就喺翻呢啲咁嘅陶罐入邊咧，通常咧啲陶罐都曾經真係裝過嗰種成分。咁嗰種成分好可能有啲就會變咗質又好點都好，但係你都總可以做一啲基本嘅分析。嚟睇下入邊咧係殘留咗乜嘢嘅成分，嚟去逆向推演翻佢原本裝過啲乜嘢嘢嚇。即係譬如你知道嗰樣嘢，即係你知道譬如話一啲嘅谷物啊，佢發咗酵啊，咁佢可能變咗酒，甚至變咗醋，係咪？咁調翻轉，你起碼知道呢樣裝個醋嘅原本可能佢唔係裝醋，而可能原本係裝個谷物嘅都唔奇等等。咁你佢就由翻呢啲咁嘅嗰啲咁嘅陶罐內壁嘅殘餘嗰度去刮一啲嘅樣本出嚟。就擺去將嗰個樣本入邊嘅氣化咗佢，然之後再做一個分子嘅頻譜分析，即係我哋就用嗰個嘅用個科學嘅 term 就叫個 spectrometry 嚇，即係用嗰個頻譜分析嗰個技術嚇。咁好多時你就一個比較先進嘅技術就會將嗰個樣本氣化咗佢，於是乎喺一個比較低嘅濃度嗰個樣本嘅分子濃度之下，你都能夠去揾到入邊嘅成分係乜嘢，就唔係淨係揾到佢入邊有乜嘢嘅原子啊，直頭揾到入邊係有咩嘅分子添，甚至乎去到呢種咁嘅程度。咁所以咧就有咗呢種咁嘅科學技術咧，就令到我哋掌握一啲古代嘅呢啲成分咧，就掌握得好好多嚇。爭在未去到掌握入邊有冇啲 DNA 嘅分子喺度嘅啫嚇。咁但係嗰個化學分子喺度。有了这些數據，我們大約可以 check 翻，其實對應緊係一種乜嘢嘅植物、乜嘢嘅草藥、乜嘢嘅藥材成分喺背後咧，
就可以找得翻到翻嚟嚇。究竟係動物嘅嘢啊，植物嘅嘢啊？咁甚至乎就係話，如果嗰樣嘢本身擠得耐，你知喺埃及研究入邊好多都係噶啦。嗰啲顏料佢變咗顏色，但係我哋知道咧，呢種變咗顏色係由原本啲乜嘢嚟變出嚟嘅咧？我可能原本個紅色，但係紅色好容易走色嘅。咁但係我哋由追尋入邊嗰個可能鐵嗰類咁樣嘅化學分子，佢嗰啲成分嘅變化，我哋大約去知道佢原本嗰隻紅色應該係點。咁大約就係呢種咁樣嘅概念啊！我哋對於嗰個分子嗰個一路變化落嚟有一個咁嘅經驗累積，我哋大約就知道原本應該係來自邊一種嘅植物。咁好啦，接住來就講到啦。咁呢啲咁樣嘅，譬如有啲佢揾到有啲結果好得意嘅，大部分嘅材料咧都係可以喺個埃及文明流域嗰度係去揾得到。但係其中有三幾味嘢咧，就發覺咧嗰個嘅來源係遠到去恆河流域嗰邊喎，去到去古印度嗰邊喎。咁呢樣就令大家非常興奮啊！就係話咧，竟然揾到喺呢個研究木乃伊嗰個配方個即係嗰啲醃製配方嘅時候咧，揾到一個嘅考證嘅結果，就係話咧，應該咧係由印度係有一啲嘅材料嘅貿易係流入咗去呢個埃及嗰度嘅。啊，咁呢個就係最，我諗呢個研究都另一個最大得著嘅地方喺度。即係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就好高興啦，唔單止我哋呼添啊，阿何故咧好例外地咧就係即係喺大陸咧翻翻嚟。我唔係，我琴晚通咗頂啫，我呢個禮拜都喺香港境內嘅。係啦，香港境外啊，唔係香港境內係。係啊。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今日我哋有位嘉賓啦，就阿蘇博士。嗯，啊，蘇博士咁，嗱，蘇博士咧，其實咧，嚟今次節目咧，就係好一個巧合嘅，個原因就係我突然間有一日喺某處地方撞到佢，咁我就緣分嚟嘅呢啲，係啊，緣分嚟嘅，咁啊，即係特登咧就好即係同佢講話，好想為佢上嚟講講金字塔，因為最近咧，其實佢喺菲律會度啊，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講座嘅，咁。由於實在太精彩啦，咁所以即係我諗今晚咧，佢又再上嚟同我哋嘅神秘之夜嘅聽眾咧再分享下。咁未講金字塔之前咧，我有幾樣嘢要同大家講聲嘅。咁其一咧就係有一位我哋嘅聽眾啦，就係 Kevin， 咁佢就幫我哋做咗一個係由我哋 Day One， 我諗應該係由2007年係嘛？差唔多嗰陣時啦，即係最早期嘅開始。再特備節目嗰陣時。係啦，係啦。就即係全嘅神秘之夜嘅全記錄係擺喺一個 archive 嘅網站入面。咁呢個呢就對一啲聽眾呢，如果佢想做我哋每個節目入即係個別節目入面啲 cross reference， 譬如我哋講今集同我哋以前講過嗰啲資料再對照一下呢，係相當之有用嘅。咁我就喺度呢就首先要多好多謝呢位聽眾啦，因為佢係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呢樣嘢嘅。Kevin， 咁佢咧就嗰、那個做嘅擺嘅地方咧就係、是、www.archive.org/details/mystic-evening。咁嗰個 details 就 details 啦，跟住 slash 啦就係跟住 mystic 就 hyphen。evening 嚇，咁大家可以去呢個地方。咁如果去即係你唔識去呢、這個domain 咧，你可以去神秘之夜嘅 Facebook 嘅組群，咁嗰度亦都會有一條 link 喺度嘅。係啊，咁呢個第一樣嘢。咁再次多謝網友嘅一啲無償嘅服務同埋一啲支援啦。咁其二咧又一個無償嘅支援啦。咁亦都係一位叫做 Kevin 嘅聽眾嘅。咁呢位 Kevin 嘅聽眾咧就新居同一位嚟噶，唔係係兩個人嚟噶，但係雖然就係兩個人都肥肥地咁嚇。咁另外呢位 Kevin 咧就喺西雅圖啦。咁事實上佢亦都好早幫我哋做一啲嘢嘅。咁而家大家聽到個神秘之夜嗰個 opening 咧，即係嗰個音樂咧，
亦都係佢創作嘅，係一個原創音樂嚟嘅。咁佢為咗呢音樂咧，其實係不惜咗好幾次咧，佢係做一啲修正嘅工作嘅。咁佢話都幾煩下嘅嚇。咁雖然大家即係聽落去嗰個音樂唔係太長，咁但係佢花咗好多心思上去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做一樣嘢更加令到我哋好鼓舞嘅咧，就係佢為咗我哋三個人，係每一個節目主持人創作一首。主題音樂咁犀利，係啊，好多謝佢啊，咁我聽住嚟寫小說噶咯，要哦，你哦，你寫唔寫到小說就我唔敢擔保啦。你講你説話，我少驚就係你寫唔到，賣咗音樂，我有少驚。咁但係咧就其余阿紀圖同埋阿何故嗰兩首咧，就佢仍然喺創作途中。係，咁今日多謝佢。多謝呢位聽眾。咁我嗰首咧就出咗啦，即係今日大家喺第一節嘅完嘅時候會聽到噶啦。咁我十分之中意呢首即係音樂嚇。咁亦都好多謝佢啦嚇。因為好有心，好有心思添。因為可以講話咧，聽呢個節目嘅聽眾咧就各展所長啊。係，有啲如果譬如話佢哋做電腦 OK 嘅，即係得嘅，咁佢哋幫手做一啲電腦工作啦。咁如果創作上得嘅，佢又做啲。資料方便又幫助啦，幫助好多嚇。咁真係非常之多謝兩位 Kevin 啦。咁第三樣嘢咧就唔長氣講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有少少傷感嘅消息。咁就係一個我哋相當之常去，我哋都相當之中意嘅一個食肆咧，就係田人料理咧，就喺月中今個月中會結業嘅。咁如果聽今朝又走嘅聽眾聽得多，其實都會去過或者聽我哋介紹過啦。咁嗰個結業本身亦都係涉及到租約嘅問題，咁唔係個老闆話即係個即係生意經營方面有問題，而係即係嗰個業主大業主要收返嗰個鋪位啦，道歉咗地方啦。咁於是乎呢就朱文俊同我哋決定呢，就係即係我哋會喺嗰度搞一個11月11號禮拜五。好快喎。係呀、啊。下個禮拜五啦，就七點鐘會喺度搞個聚會。咁首先聲明咧，呢個唔係神秘之夜嘅網聚嚟㗎，即係大家唔好誤會嚇。就只不過即係我同阿紀圖同埋 M 成嗰度會去。咁何故都好想去嘅，但係何故因為嗰日有啲少少嘅師弟結婚啊。係啊，咁亦都即係揾個機會再下何故同埋啲神秘之夜嘅聽眾一齊交流下啦。咁但係嗰日我哋咧就主要去食飯嘅嚇。咁嗰、那個每一個人嘅呢、這個個錢咧就係580蚊嚇，咁呢個同我哋一般即係以前我哋做過好少嘅神秘之夜嘅一啲聚會嗰、那個價錢啊，相當之唔同啦。咁但係因為入面有好多道菜啦，同埋嗰日我都會拎一啲我私藏嘅，即係我自己珍藏嘅一啲酒出嚟啦嚇。咁、純粹希望大家即係喺個地方度，因為佢係最後一次啦。咁老闆都唔知。將來會唔會開翻同一個類型嘅食肆啦、就算佢開咗，未必喺同一個地點，即係旺角嗰度，咁做嘅菜式亦都未必相同，咁所以純粹係大家嗰晚做一聚會啫咁、好啦，咁報名嘅方法咧有三個嘅，其一咧你就去朱文俊嗰個 blog 嗰度，咁但係事實上個 blog 連佢自己都唔記得喺邊度嚟噶，佢成日都記唔到噶嚇。真係今朝又走啦，今朝係佢哋係今朝醉酒啦。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去我哋嗰、那個今朝又走嘅討論區嗰度登記。咁有啲網友都可能唔用討論區咧，就你直接打電話俾朱文俊，就個電話就9488230。咁當然最後呢個就係即係你唔好立亂用啦，因為即係可能一啲時間未必方便，咁純粹係佢即係你last resort， 你冇辦法嘅時候，你就打呢個電話啦。咁、我哋禮拜三 cut off 噶啦，即係換言之，我哋嗰日係唔會有呢個 walk in 嘅情況出現嘅。OK， 好啦，咁啊唔再蘇博士，因為蘇博士因為今日實在太多精彩嘢講啊。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下蘇博士咧，乜嘢理由令到你會喺即係近期咧，你會有一個動機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個金字塔嘅一啲你嘅研究呢我諗其實呢就我對金字塔產生興趣呢就唔係今日㗎啦好耐之前開始已經產生興趣。咁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去年呢就喺飛碟會亦都有同一個講座啦。咁、那個講座呢就講火星上面嘅一啲怪異嘅現象。咁最出名嗰個呢就我諗大家都知呢叫火星人面啦。火星人面咧就有電影都做咗啦，咁火星人面好大噶，即係講緊咧係即係差唔多成一里闊長，跟住就半里闊幾百尺高咁樣。你講嗰部電影應該嗰個 Mars Mission 係啊？
係啦 ，Mission to Mars 啊 ，Mission to Mars， 不過佢個人面就靚好多啦。係啊，嗰、那個唔似我哋成日即係睇嘅嗰種感覺嘅。係啦，冇錯。咁其實咧喺嗰個即係個人面嘅附近咧，即係當時喺七十年代末期啦，太空總署派咗呢個維京兩次維京火箭啊嘅太空船上去火星影相啦。咁我哋喺兩張唔同嘅照片咧，都睇到個人面同埋一啲怪異嘅現象。咁其中有一個就叫 DNM 金字塔。咁、所以呢個第一個我令到我興趣啦。咁第二個咧就其實我以前咧都好多年前噶啦，曾經咧就自己喺屋企咧就做過一隻金字塔，咁啊去試驗下，咁發現咧金字塔真係有啲特殊嘅力量，係可以用科學咧證明嘅。而大家每一個人喺屋企咧都可以自己做一次嘅。咁呢兩樣加埋咧，令到我哋金字塔有興趣啊。嗱，咁我有兩個疑問啦。嗱，其一咧就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嗰個火星人面嘅問題咧，糾纏咗好耐啦，就書都出過啦。我記得我唔記得係咪好似係呢個。Grant Hancock 嗰本書好厚下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NASA 經過好多次嘅澄清，甚至咧就發個相翻嚟咧就話，喂，即係用睇清楚啲就根本冇呢樣嘢喎。咁你嘅睇法就係你會唔會覺得就係實際上呢個所謂火星 Smiley 呢個人面嘅已經係被踢爆咗，被 debunk 咗咧？喺 NASA 嘅記錄裏面當然係啦，但係我哋要睇翻個疑點啦。大家都成日都講嗰啲即係所謂陰謀論啦。咁咧其實咧就我頭先講咧維京太空船咧，其實咧有兩張唔同嘅相喺唔同嘅時間爭咗35日去影，亦都喺唔同嘅時間，所以角度係唔同嘅。咁咧就一張叫 70A13， 另一張叫 35A72。呢兩張照片咧，當時一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個人面嘅。咁啊變咗咧就大家都好相信，而當時咧係即刻嘅，當時。太空總署咧，一影到咩相咧，係馬上會發放出嚟嘅。咁於是科學家睇到。咁後來咧，到90年代嘅時候咧，太空總署出咗個新例，任何嘅資料，由太空船傳咗翻地球之後咧，要 sensor 過先。冇錯，起碼12個鐘先準出街。咁加上咧，嗰陣時咧就用一隻叫另外一個太空船嘅 MGS 啦，叫 Mars Global Surveyor， 咁佢上去就再影，影完出嚟咧就據聞咧就話好清晰嘅，咁睇到咧就完全唔似人啦，就只不過咧係似乎係以前咧一啲即係可能係陰影啊，或者一啲視覺嘅錯覺咁樣，咁所以咧。喺太空總署嘅記錄裏面，呢個人面就冇咗啦。咁但係科學家或者研究外星人嘅科學家啦，到而家咧都唔相信，就認為太空總署做咗手腳。所以你以前咧七十年代已經 keep 住嗰啲圖片啊，嗰啲唔好咁發掉嗰句，係所以翻兜翻咧變成一種證據嘅。嗱咁呢個問題當然我哋唔會糾纏，但我想問多蘇博士一樣嘢就係、是，係唔係而家都仲有一個運動或者一啲人嘅要求就係、是？希望美國太空總署直接派無論有人也好或者是機械人的一些設施落去都好，就直情一個地方去睇睇嗰度係咪真係有啲咩嘢？其實而家美國有即係太空總署啦，係有一啲機械人咧喺上面喺火星上面行緊嘅，咁樣降落過嘅。咁不過佢就唔喺個位咁佢嗰個叫 Cydonia Plane 啦。咁嗰個位咧就其實對於即係飛碟研究人員嚟講就好有興趣嘅。咁但係太空總署咧就話我有第二啲興趣啦，我要研究個極母，因為佢要睇下火星上面有冇即係個兩極啊，冇錯。所以咧佢就個而家去嗰啲太空船咧，通常咧降落咗之後咧都會去個母附近嘅，就唔係喺嗰個平原嗰度啦。咁變咗你控制唔到噶，錢係美國政府出嘅，係冇理由自己籌錢過去噶嘛。極母嗰個係最重要，係想睇下係咪火星有冇水嗰個因由咧。係啦，因為佢而家佢見到咧，其實主要見到極母咧嗰個白色嗰、那個冰面咧，就會跟唔同嘅氣候啊、唔同嘅季節變化，放大縮細嘅。所以懷疑嗰啲係有即係有水嘅成分喺。不過據我了解，其實科學界嘅主流意見都認為係火星係有生命嘅，曾經。係冇錯，其實而家就咁，太空總署都出過一張，我記得好耐之前出過一張相咧，就見到一個單細胞嘅化石嘅。咁但係咧，單細胞化石我哋研究飛碟嘅人咧就冇興趣嘅。我哋有興趣咧係高智能生物，就唔係啲單細胞化嗰啲生物嗰啲，對我嚟講冇乜興趣。OK 嗱，咁咧呢個火星嘅問題咧，可能我將來我哋再揾一個機會去講啦。嗱，咁啊涉及到你第二個問題就係你自己去做一個金字塔嘅實驗啦。咁呢個實驗嘅條件係點樣啦？譬如舉個例，如果我自己要做一個類似金字塔實驗，我需要有啲咩嘢嘅材料咧？
哦，其實就好簡單嘅。咁個要求咧就係、是、要有啲有機嘅物質啦。咁咩叫有機物質咧？咁嗱，我當時用咧就用阿加力膠片嘅。係咩嚟㗎？阿加力膠片咧，即係我做嗰啲廣告燈箱嗰啲咧，嗰啲膠片啊，嗰啲膠片。咁啊亦都可以用木嘅木材。咁啊嗱，金字塔咧，我見到咧，金字塔咧係成個塔咧都係封密嘅。咁但係咧，到你自己做嘅時候就唔需要嘅，因為根據好多即係研究專家認為咧，就其實金字塔嗰個重要性唔係佢係咪封密，因為唔封密，而係個嗰個面積同埋嗰個大細。啊，佢一定要根據一個特殊嘅幾何圖形咁嚟做。咁做咗出嚟之後咧，咁我當時做咧就金字塔嗰四塊面咧斜面咧都有個大窿嘅，咁即係話呢個金字塔係通風嘅。你意思大窿係點解？即係話中間會有一個圓窿。每一塊面，每一塊斜面都有個大窿嘅，有個窗口咁啦。咁呢個窿咧就令到咧金字塔擺金字塔裡面嘅嘢咧係完全係通風嘅，即係可以同普通咁所以咧，我當時咧就擺咗一個嗰啲過年嘅時候食嗰啲金骨仔哇，嗰啲好易腐爛嘅。好食，冇錯啦，冇錯啦。咁就擺咗喺嗰個咧金字塔被認為係帝王墓室嗰個地方、那個位置。咁然之後，另外買咗幾個咧，就擺咗喺金字塔周圍嘅地方。咁咧就做咗三個禮拜實驗。咁卒之發現咧，頭先你阿幾圖講啱啦，喺金字塔外面嗰啲骨仔咧，全部咧都生即係發毛啊，腐爛發毛。有毛魚啊？點㗎？係啦。咁但係喺金字塔裏面嗰個骨仔咧，就完全冇發毛嘅跡象。但系咧就抽乾曬水，咁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咧金字塔咧係有嗰個叫製造木乃伊嘅能力。哦，即係可能做木乃伊喺嗰度做咧就會更加做得好啲嘅。咁佢特登都係喺嗰度做，唔係佢做一個好關鍵，你係其實唔關嗰啲物料嘅事嘅。同物料冇關。係最主要係個形。系啦，同埋亦都唔系因为里面干，因为我系通风噶嘛，我系做。哦，你要通风嘅意思就系要证明一样嘢，就唔系因为入边佢同嗰个空气隔绝咗。冇错冇错，因为大家好多人咧，其实去过埃及个金字塔里面参观嘅时候咧，发现金字塔里面咧系好干燥嘅。咁因为佢本身嗰个沙漠嚟噶啦，咁所以干燥好正常啦。再加埋喺金字塔里边嘅一个干燥，但系我哋喺香港做实验嘅时候咧系潮湿噶嘛，咁所以潮湿咧，我哋如果假设你封密晒金字塔咧，人哋会觉得你系咪摆啲。啲抽濕嘅劑喺裏面啊，咁樣咁啊，梗係乾啦，係咪啊？其實冇嘅，即係所以大家即係聽眾都可以自己試下，即係做一個。嗱，我如果聽你講咧，你擺到個骨入去咧，我諗個比例上係應該唔會太細噶嘛。其實一個幾比較大嘅模型嚟，應該係咪？我嗰個金字塔咧就係一米方嘅，即係金字塔係四方底噶嘛。咁四方底個邊長一米。哦，即係大概三尺三啦，差唔多咁重啊，三尺三，三尺三。咁然之後就咁而家喺我呢個台面都差唔多做到嘅，都做到嘅咯喎。係啊，可以㗎，可以㗎，所以大家都可以做㗎。哦，咁嗱，你頭先講話嗰個帝王室嗰度咧，嗱，我睇過咧，即係金字塔入邊個模型就比較複雜啊。咁你如果你做到話，即係雖然你嗰個面係有通窿嘅，咁但係你後邊入邊嗰啲係咪實心嘅？即係話入邊你會擺啲嘢喺度嘅？入面係空嘅，成個金字塔係空嘅。其實即係基本上就係五塊面啦。即係一塊就是底嗰塊膠片，阿加力膠片咧就冇窿噶啦，因為係個底嚟噶嘛。咁另外咧就四塊三角形嘅面咧，每一塊都有個大窿啦，咁就加埋佢就咁簡單嘅啫。咁然之後裡面咧係冇嘢嘅，咁你可以擺張凳仔裡面咧，即係小型凳仔啦。咁之後將個骨咧擺個凳仔個頂度，咁如果凳即係頂咧個高度咧就啱啱咧就係由個金字塔個尖去到個底中間，唔係中間三分二嘅地方，即係由地由個底向上度咧就三分一，之後由個骨去到個頂咧就三分二。哦，咁其實就好簡單啦，因為你淨係需要一個即係四個塊嘅不同嘅形狀嘅嘢嚇，咁加一個凳仔，咁就做到呢個實驗噶啦。冇錯啦，嚇，即係好容易整嘅啫喎。嚇，係啊，冇錯，好容易。不過最重要就係咪嗰三個形嗰個準確度啊？冇錯啦，呢個最難啦，因為咧佢根據喺當地咧，我哋而家講係叫和夫大金字塔啦，個金字塔嘅幾何特性咧，佢最特嘅地方咧就係每一塊面同個底個角度啊，個面同個底嘅角度，斜面啊個角度係好準確，51分51秒。即係51度51分14秒 ，sorry。嗱，假如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哋做一個所謂嘅實驗室嘅實驗咧，就係、我可唔可以試下以不同嘅角度？會出嚟嗰個吉嘅效果係點？呢、這個會唔會印證到即係個底嗰個？係啦係啦，係會同呢、這個即係、金字塔嘅形狀本身有一個所謂 correlation 一個關係喺度咧。
啊，絕對係啦。不過做個金字塔咧都幾嘥功夫嘅，因為我當時我都揾咗啲木工幫手做咗，都成個禮拜先整到出嚟，因為要好準確嗰啲嗰個大細。咁我都贊成嘅。如果我哋能夠咧，譬如話個金字塔嗰個角度係唔同嘅，咁通常一般咧就會係尖啲。嗱，譬如大家咧見到好多時候咧一啲喺中美洲咧或者係嗰啲地方嘅金字塔咧係會尖啲嘅，即係話佢個角度係會大過51度嘅。咁亦都可以做一個四方形啦，即係正方體，咁一樣咧擺啲窿，周圍擺啲窿喺度，咁擺個吉喺裏面睇下會點樣咁樣。咁呢個我冇做過啦，啊，因為我淨係當時做咗一個金字塔啊，已經好謝曬，好嘥時間啦已經。同埋呢個錢問題咧，揾人做嘅。啊、我據我理解呢啲唔可以搵到政府分定啊。肯定啊，自己俾錢啦，肯定。因為呢即係如果你咁講起呢，我即係忽發奇想啦。譬如呢個貝聿銘喺巴黎嗰個呢、巴黎聖母院隔離嗰個，佢會唔會有同樣嘅效果呢？其實呢呢、這個金字塔用金字塔嘅特殊力量呢已經唔係一個秘密嚟㗎啦。其實喺加拿大呢好多啲著名嘅酒廠呢，佢裡面都有自己有起金字塔嘅、哦。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去譬如去溫哥華啦，喺溫哥華咧向東行，入到去嗰、那個即係落基山脈附近咧，有好多小鎮咧，其實好多酒廠喺度嘅。咁嗰啲靚嘅酒咧就會擺喺金字塔裏面噶啦。哦，你望到嘅我喺飛碟會講嘅時候咧，都有一張相咧，影咗一間酒廠個金字塔嘅。呢個只其一啦，其二咧就係頭先你同嗰、那個美洲嘅金字塔比較啦。咁有冇聽聞美洲嘅金字塔有同樣嘅效果呢？即係例如譬如話嗰度會擺咗啲嘢喺度，唔會佢腐爛，或者佢改變嗰個速度冇其他周邊嘅嗰啲同樣嘅地方，佢同樣嘅事物咁腐化得咁快。其實呢就唔好講去到美洲啦，甚至喺埃及本身呢，即係有人認為有特殊力量嘅金字塔呢都係得一個啫、嗯。就係講緊呢個王府金字塔，呢、這個 Giza 呢個王府金字塔、嗯、即係只有呢一個金字塔。Giza 就係個地方地方啦，個平原啦，咁有三個金字塔嘅，咁即係最大呢一個叫大金字塔啦，先、有一個咁嘅所謂嘅特殊力量。咁、但係佢好得意嘅地方呢，就頭先話佢中間有一個帝王墓啦，咁我頭先話有似乎有木做木乃伊嘅能力，不過好可惜咧，喺帝王墓里面咧系冇木乃伊嘅。啊，系啊，呢、這个就即系正统嘅埃及学专家同埋一啲所谓非主流 fringe 嗰啲咧，就好大争拗啦。因为后者就拗紧一路嗰个唔系一个停尸间嚟嘅，吓、可能做紧另外一啲嘢。因为事实上亦都揾唔到即系一啲所谓嘅木乃伊入边啊。不过有个石棺嘅，系啊，有个石棺，不过石棺咧就系吉嘅，冇嘢。嗰个就是、出咗嚟啦。嗱，头先你讲开嗰、那个即系金和夫金字塔摆咗啲。而家到即係2011年呢有冇即係比較主流啲嘅埃及學專家或者考古學家係喺嗰度有另外嘅證明，就係喺嗰度擺咗啲嘢係保存嗰、那個能力係高過喺其他地方嘅。其實呢就唔係唔使而家做㗎啦。其實最早期呢點解會發現呢個現象呢，已經有成70年歷史㗎啦，即係80年歷史。其實係30年代呢金字塔開始即係好多人去參觀啦，各地遊客呢都去參觀嘅時候呢，就搜金字塔裏面嗰啲管理員啦。咁管理員呢就發現呢好多嗰啲動物呢就走咗金字塔裏面㗎。咁跟住走咗之後就死咗。死咗之後呢又包括有狗啦、貓啦、老鼠啦，乜都有噶啦。咁死咗之後咧，但係咧金字塔嗰啲秘道咧、就唔係我哋平時行嗰啲路咁大條嘅、所以你有個帝王墓或者有個皇后墓咧，行翻出嚟咧係好辛苦嘅。咁、所以佢哋嗰啲管理員咧就唔會為咗一隻死貓、一隻死狗咧，拎佢出嚟咁樣咁做。咁所以佢哋就擺咗個垃圾桶喺裏面。咁啊，逢係有死貓死狗就擺垃圾桶裏面。咁呢次就等一陣之後咧，佢先拎出嚟。咁就發現咧，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嗰啲死貓死狗咧就全部風乾曬。所以先至有咁嘅現象發現出嚟。咁你想用，如果用嗰個科學角度嗱，你做一個咁嘅實驗啊，你可唔可以解釋嗰個原因咧？点解会依一种咁嘅角度咁嘅设计系可以有依种咁嘅效果出到嚟咧？
有冇分析到個原因？我諗咧，如果你話係咪真係淨係51度51分係有咁嘅力量嘅話咧，我相信世界上暫時未有一個理論可以出到嚟嘅。不過咧就好多人咧認為咧呢一個度數咧係同呢個即係宇宙一啲幾何咧係有關係，因為佢本身咧係個同個黃金分割法咧有關係嘅。咁、如果有個黃金分割法有關係咧，就佢就認為佢能夠接收到宇宙一啲能量，咁呢啲能量咧就可以足以咧将咧即系啲水分咧抽走，咁、其实水分抽走系其中一个现象嚟嘅啫，可能有第二啲嘅能力都唔定，不过我哋见得到嘅就系佢抽干咗，呢个系度得到嘅。嗱、我而家手头上嘅呢本书咧，咁佢就略言系神奇嘅，我谂响阿苏博士里面所讲咧吓，就略言神奇，就系、佢亦都有做咗好多呢啲实验咧，咁佢咧就喺1963年3月嗰时做嘅吓。咁佢咧，但系咧，佢就有一個功能咧。咁佢講佢嗰啲功能啦。佢話又唔單止咧，即係會有嗰種叫風乾嘅現象添嘅。咁佢最主要咧，佢仲有幾個功能咧。佢覺得佢哋佢做一個實驗出嚟咧，就話第一咧，就嗰啲飲料會變佳添。即係譬如頭先都有提及到啦，飲品，即係你嗰啲譬如咖啡或者係嗰啲伏特加酒、白蘭地酒咧，你放咗入去呢個金字塔嘅呢個模型嘅裏面嗰度咧，5至10分鐘之後咧，佢已經咧，即係你會發覺佢啲質地咧係變純咗嘅。啊，咁啲好奇怪咧，如果係變純嗰樣嘢，唔係，其實我諗你用錯咗個詞，唔係風乾啊，佢係抽咗啲水分走啊。哦，唔係呢個照佢呢度佢讀嘅，佢最主要佢係做嗰個酒嘅嗰個實驗啦。第二咧就水果係會成熟咗嘅，同埋嗰味道係好留翻到落嚟嘅。第三咧就係嗰個肉類咧就冇腐爛嘅，咁佢用乜嘢嚟去做咧？就用肉啊、肝啊、蛋啊嗰樣嘢咧，就放喺呢個金字塔模型嗰度咧，係10日至2個禮拜，咁佢咧就會睇到咧嗰啲水咧就會變乾，就冇腐爛，同埋嗰個活細胞咧反而係冇變乾咯。佢係咁提。咁仲有咧就係嗰叫煙草味咧就純咗，刀片咧這個奇啦。佢話佢用嗰個刀，即係用嗰啲刀片放喺度咧。佢初多嗰時係即係比較上係掘嘅，因為用過嘅易用嘅燉咗嘅嗰啲刀片咧，就放咗1個禮拜咧，你會發覺佢利咗啊。咁呢個就好笑點，呢個咧就叫美容真驗啊。我諗好多女聽眾朋友咧就更加聽到會開心，就係話佢會咧即係同埋植物增強啊。但你即係放一啲水喺嗰個金字塔模型裡面嗰度。其實佢個能量會增加一啲啲，咁可以有咩功用呢？有淨面、增重美容，哦，做 facial 啊，同埋咧就灌溉植物咧，就係增蓋強盛添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嗰個1963年咧，就係一個捷克嘅無線電工程師，叫做係德巴。咁佢做嘅嗰個實驗嘅結果嚟嘅。我想補充少少關於頭先嗰刀片啦，其實咧就喺40年代咧，有一個專利係攞咗嘅，就係、所以頭先嗰個所謂叫做剃鬚刀片保持鋒利嘅儀器，用金字塔嘅。就係呢個金字塔。因為當時咧就喺東歐咧，主要係東歐咧，咁嗰啲軍人咧就比較窮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唔可以咧咁容易咧就換一塊刀片。咁大家知道，如果用刀片嚟剃鬚嘅話咧，其實剃10至8次咧已經斷嘅啦把刀，咁但系咧佢又唔掂啊，咁樣好貴嘅喎咁樣，所以佢就整咗金字塔出嚟，發現咧，咦原來咧一用咗之後咧，每一次用完擺喺金字塔嗰個頭先帝王木色嗰個位咧，可以用100次，都唔斷嘅，咁就攞咗個專利嘅。哦，嗱，咁我係想做一個橫向嘅比較啦。嗱，我諗古代即係埃及呢個黃金塔個建成嘅年代，當然相當之早啦。但係譬如比起我哋中國，譬如舉個例，譬如話係戰國或者係秦朝嘅年代。我哋喺即係擺咗個墓入面保存嗰個能力，可唔可以同金字塔去比較呢？例如我舉個例，譬如話戰國嘅時候嗰啲刀，咁有個講話就話，喂，近排拎翻出嚟都仲可以切嘢嘅喎。嗰個刀就個劍啊，係啊，嗰個劍係在於佢嗰、那個科技嘅。呢個就即係佢鑄造嘅科技，就唔係佢保存嘅科技。首先個年期先啦，咁其實而家有兩派嘅。
一派咧就認為咧就金字塔咧應該就喺公元前2500年至3000年起嘅，呢個一派就是、比較近考古學家嘅。咁、而另外一派咧就係嗰啲飛碟學啊或者嗰類啦神秘學嘅研究者，咁佢認為金字塔咧起碼10000年歷史。咁所以如果10000年歷史嘅話咧，就好明顯同我哋中國咧個歷史比咧就長好多啦。咁但係如果係2500至3000年嘅話咧，離開而家4000零5000年咧就差唔多啦。咁即係我哋嘅啊皇帝4000年啦。四千年，即系夏朝之前啦。咁咧，头先你讲关于佢嗰个保存嗰度咧，中国就唔用金字塔嘅，中国就咁，中国就用摆嗰啲地气啲风水啦，呢个系风水问题啦。佢摆一啲啊，对、所谓龙脉嘅地方啦，咁啲龙脉嘅地方咧就可以有能力咧，将嗰啲尸体咧可以保存。咁佢保存就唔系抽干嘅，佢就有弹力湿尸啦，湿尸即系中国就湿尸啦。翻啲水分喺度。其实两者都相当之。即係神奇㗎，因為有啲濕屍，我哋譬如話，即係我哋去馬航堆嗰啲咁都，喂到而家都仲有彈性㗎嘛，要撳耐啦，即係我未撳過當然啦。咁但係你見到佢係真係好柔軟嘅，咁所以呢個保存嘅方法咧，由於我哋而家冇足夠嘅文獻去睇啦，我哋只可以作為一個即係猜度。就阿蘇博士嗰意思就話咧，基本上如果你跟到嗰個大金字塔嘅所謂嗰個參數。基本嘅參數幾何參數咧，你就會得到一個同樣嘅接近嘅效果出嚟，係嘛？咁但我就想即係呢一次完之前再問問張博士，嗱呢個所謂個比例本身咧，以你所推測推斷咧，係咪無論個模型大小？都做到同樣的效果，只要呢個比例不變的話，冇錯，呢個係我的理解，因為呢個係黃金分割法的比例，咁所以咧就係、最緊要就係每一塊斜面同佢個底嘅角度係51到51分，咁就 OK 噶啦。嗱，咁涉及到呢個參數本身咧，其實入邊有好多文章，因為即係好多人都唔明啊，點解當其時佢哋會用呢一個角度，同埋呢個角度本身嗰、那個即係所謂的 measurement 啊，個量度嘅單位咧，又同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啲地球本身嘅一啲重要嘅信息有关，我第二节翻嚟再讲啊。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